比赛已经来到最后阶段，接下来的胜负决定了谁能赢下最后的出征机会。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已经获得个人最好成绩的回声之子代表。看来这最后一场比赛不需要我们操控呢。而他的对手是年纪轻轻就已斩获诸多荣誉的刘拳之众勇士马拉尼。好友之间的对战究竟会碰撞出多么激烈的火花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。都打到现在了还在紧张吗？谁让对手是你呢？但我也很庆幸对手是你，这样就算是输我也不会留下遗憾。说什么呢，卡奇娜，现在可不是谦让的时候啊，你比我更渴望这场胜利吧，想要的东西就应该大声说出来。我想赢，马拉尼，这次我一定要赢。